经过14个小时的口碑发酵，我们先从社交平台的话题量来看。你先按住印刷厂这边，我最迟12点无论如何都会刻下一个专访补上。哎，我拿到今天晚上慈善晚宴的名单了，还真的有何氏夫妇。嗯，主办方是和我们 SPA 馆合作的化妆品集团，这为了瓷娃娃病童募捐，今天呀，他们是为了慈善不想转移焦点，所以就没有邀请媒体。 只要你们只捐款不做报道，我直接把你的大名加到邀请嘉宾里面。行李，你真是太靠谱了。苏晨来不了了。啊？虽然苏晨来不了，但是他给你制定了详细的计划。苏晨说了，遇见何先生容易，想要专访难。 千万别自作聪明，以为按行程就能猛中捉鳖。老老实实在托助理投石问路。助理那边啊，舒晨早就打点好了。当时何氏的世纪婚礼，这边的公关就是我们做的，口碑控制得很好。舒晨跟他关系好着呢。这个画家就是他透露给舒晨的，是何先生十分欣赏的一位新锐画家。你拿着这幅画参加今晚的慈善晚宴，何先生投下这幅画的可能性很高。 只要投下这幅画，你就托助理找个机会跟何先生做个自我介绍。至于能不能拿到专访，就看你的业务水平了。我们家泱泱肯定没问题。你看吧，还是樊书成靠谱。是啊，哎，不过书成到底怎么了呀？他呀，没有擦屁股呢呗。他说我在那儿容易激发客户愤怒情绪，这不就使唤我来给你跑腿吗？点儿真背。 总有空场，还有你老家。樊总亲自出马，再生五厘米。快点换！帮我溜走！我要跟樊总的文件吧，我要跑。月英姐大开杀戒了，会是一路线，一路线。想飞向那个地方，能扶摇直上，再浩瀚宇宙翱翔，插上翅膀，能飞翔。 那个有你的地方。得了吧，我收到公司打扰，请大家尽快一秒钟就冲下来了。 说到哪里了？你又下了没有？哦，没弄下，刚进了提问环节。老板，记得提点一下书生，我慢那边是不会手软的。
看完这个报告，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计划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